拜哦。就最舍不得是一条狗。操，有没有良心？每次都是妹妹来送机，最孝顺的。嗯哼，这次没有哭，因为有男朋友陪了。嗯哼，爸，你快哭了。没有啊。好吧。我发现我讲话很小声，所以我想说再另外录一下。反正这个时候呢，我刚好在日本转机，然后在转机的时候，因为太多人了，所以然后他们动作又很慢，所以我就花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然后才终于通关。然后现在要去那等飞机，结果那里都没有人，你看，完全没有人。最近临时起意来染头发，然后在美国染头发很贵，所以我们就决定自己染头发啦。这盒里面呢就有说明书，然后就是一二三，还有一个手套。然后我们两个还在研究，因为我们两个从来没有自己染过头发。我们之后大概一个礼拜都在染头发，因为一直失败，所以就只能一直染。结果我大概染了三次，我才染上去。哇，跑来帮我朋友买染发剂 ，Go go go！ 我本来一直在考虑，就是要不要买拍立得这件事情，因为我在台湾就已经有了，但是我觉得当初就觉得太重，所以我就一直不想带过来，然后我就。来美国之后，我就发现我好后悔，因为我想要记录每件事情，所以呢，我就前几天我就订了一个新的拍立得，然后现在来开箱。我买的是 mini 90，然后我是因为它外观很好看，所以我才买的。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用拍立得，所以我觉得就不用介绍该怎么用了。今天天气有点，就是有点不好，然后很冷，所以我今天起床之后我就回去睡觉了，然后就来到现在。可恶，我又忘记我刚刚在。做自己剪自己的影片，然后忘记录影了。反正呢，我现在就录完了，然后给大家看我画的封面，我觉得很可爱。这就是我自己做的，我觉得很可爱。然后就这样，然后我就上线了我的影片。啊，昨天我做这一只，那今天我就做这一只。耶、yeah! ！有没有到早安呢、啊？就是已经午安了。然后今天天气很好，所以我决定等等我要自己出门。终于出太阳了，已经阴了一个礼拜了，超冷，冷到都不行。终于出太阳了，那我们就来。看一下要吃什么早餐吗？我早上都会配 iPad， 然后一起看剧。就是我是一个吃饭一定要配剧的人。我们来看一下。天气这么好，然后我一直在床上废，实在太对不起自己，所以呢，我就决定要出门啦、啊。然后在出门前，然后我朋友就打电话给我，然后就问我说：“你今天要干嘛呢？什么什么干嘛？”然后我就想说：“啊，我刚好说我自己要出门。”然后他说：“那你还带我？”所以呢，就突然间我就要跟我朋友一起出去。我现在已经到学校，然后来接我，真的接我朋友了。学校。我们到了。我今天主题就是一棵树，然后我朋友的主题就是非主流。
那我们继续逛街了，拜拜。耶、yeah, ，我每次来最爱逛的就是迪士尼，超可爱。啊，我的杯子区怎么不见了？这里通常都是放杯子区，真的好可爱。好可爱！我有买这个啊，没有，我在那个奥兰多有看到这个，好可爱！超可爱，超可爱！的奇奇弟弟还蛮丑的，就是越看越可爱。那我在思考要不要买这个。这个吗？哈利波特。然后好像每一只都是不同一个角色，我记得好像有那种荣恩，然后这个好像是邓布利多教授，对吧？很可爱哦。大家好像报复性逛街一样，超多人，但是大家都乖乖戴口罩哦，很特别吧？这是美国哟，硬要，我觉得特别好笑。口夹，喜欢吗？你看，这不就是大麻？假的，对啊，假大麻。然后这里是假板胶，这种东西可以放在影片里。好可爱哦！这个很可爱。这都是禁止的吧？没有。然后走开，没有走开什么意思的？误打误撞啊，就进来这间冰冰棒，然后就想说来吃一下，然后我点的就是 steak， 然后跟杂菜的组合，总共9.31左右，我觉得还不错啦，就不太贵，是吗？抽的好，下一个就是回家。对，今天的行程就是逛一个 mall， 就结束了。当然，现在就是有出门就是幸福了，因为 Kansas 真的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。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到哪都拍拍拍。都长这样子的吗？你说你的吗？对，你那种刘海都压扁了，很失败我的刘海。耶、yeah! ，也没干嘛，就这样子一天没了。大家看看我们学校，竟然有路哎！看，对，我现在刚送我朋友回宿舍，然后我现在回家喽 ，Go Go Go！